对，直接穿红骑士团装备就可以了，又免费的，可以卖装了，可以卖装了。看这一件都可以脱了，还有什么可以脱的？剩下没有东西可以脱了。内衣不能脱，内衣有加那个 PV 减免，内衣脱了会掉蛮多的，内衣脱了一定降蛮多的。我看要脱什么，脱黑尔，脱黑尔看看，188，188还是可以啊。戒指两个脱掉。178了，怎么觉得还是可以啊？靠腰怎么还是可以啊？178，现在几只打我？现在没有很多只打我啦，我去抢怪，我去抢怪的。现在四只，真的做坏了、欸，这个金剑拿掉。这也脱掉，166。哦，166就不行哦，166有点受不了了，166就不行了。哦，测出它的极限了，166开始痛了，好扯哦。穿个抗抖应该就可以了，再穿个黑耳。对啊，就是故意不喝水啊，这样低一点。这只有学独特质吗？打架才要学独特质啊，独特质系对练功没有帮助啊。